觉得谁在组合里面拖了门面的后腿？千玺，中分中分。你觉得是谁？王源的那个招风耳。这个剧本在餐厅里面要卖40块钱，说的还非常的中肯，非常的得体，完全就是我本人的样子。不要 face， 我是一个穿白衣服的男生。你不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傻的男生吗？你才是特别傻。太专注一件事情，不管什么都会累的。就像玩游戏，太专注也会累。我特别累，那个耳朵我不太想戴，然后后来那就随便换了个别的。你换了更加猛。陈建是天才，他跳舞的时候天生肢体障碍，再见。我就比较喜欢空的时候出去骑车，对，就走遍很多没有去过的地方。你自己能走哪？我会救王俊凯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比较肥，然后他揪起来那个水位就下涨了，然后千玺就淹不死了。要是我的话，我就先救王源，因为王源他就不会游泳，他都是狗刨式的。然后我的话就两个都不救，两个都不救。哎呦我的妈！